给句痛快话。猴哥，我剪了你的跳舞视频，结果就五个人看，还没有赞，老拉胯了。那真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这可能是你剪辑的问题。但俺问问土地老二，别人剪视频哪有人看呢？你的问题。全军出击！俺的取经之路不要回去了啊！刚刚开始。独角兽，打把鳄鱼，还是个强攻鳄鱼，不用害怕啊。鳄鱼带强攻一般都比较拉，直接一级就干，干完直接把他杀了，杀完拿一血，一血拿完我们正好一个药光，直接上来硬怼，吃药，往他前面走来。一 A 闪现了，可以。这波他要么交闪，要么被我闪现杀，我们啥也没亏。如果他回家，我就把这线推过去。熬过一劫呀，直接塔后过来干他，这波兵不让他吃。行，不管他了，回家了。少很多兵呢，小鹿没打蓝，说明什么呢？说明他可能在下半段给队友打个信号。我先来个皮孩吧，因为螳螂是这么轻的，这边很有可能下路要死。但是一换一了，倒还行吧。这不偷个蓝，那偷个蓝不早死呢吗？二级投蓝，二级投蓝死都得给我打出来。这波就不打了，这鳄鱼亏挺多兵的。这是主 B 的吗？办法。此地不宜久留。来打一架。一 A 打反溜 ，A 接双 Q， 好了。中国有句老话，叫做不打不相识。我其实不想补这个车，我想上去干他。你好猥琐呀，真的是猥琐。那我就只能用非常的手段了，小伙子。两层塔皮，回家了。
走了。希望他们能喝。1400块钱，嗯，回家了。这样吧，嗯，不行，不能这样，也不行，不能这样。这样，An ally has been slain. 再来问问土地老王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等了一分钟，这么地儿吧，关键这样除吧，厉害一点，你知道吗？没关系，丢就丢了，反正鳄鱼它还是劣势，无所谓。我所谓再来招俺老孙吧，没有所谓。你是真猥琐呀，妖怪哪里跑，你回家不，又回家了，我就说他是主币的吧，你们还不信。你干啥呢？啊，这啥意思啊？这啥意思啊？哎呀，叫打野！哎呀，哎呀，我的天哪！打野真敢来呀！刚刚好回家了，其实也可以不回家，我们来吃口屎，然后回去跟那鳄鱼再干一波。直接一 A W A 接双手往前拉，好了。这波兵看他吃不吃吧，他吃我们回家。推线太慢了。此地不宜久留。回家正好出来能吃到这波兵，还行。9-5了，这把也得看我们的了啊！9-5了，我看看啊，牛头死了3把。嗯，这个进死了3把，亚索死了2把，这把对面的乌鸦是个事儿，是个事儿啊。嗯，攻击力是真低呀、啊。这把上路推完，我们可能得去一趟别的路。这鳄鱼一个布甲还加个布甲，咋的了？你打呗，可以去他蓝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这波就是想去他蓝，没带。
呀，我没点敲弹，谁点的？谁呀？什么意思？你把这个打了，你把这个打了，赶紧给我解放了。打峡谷，打峡谷，快快打峡谷，打完峡谷上路快推。晃啥呢鳄鱼，是不是不想吃冰了？我发现呢，晃啥呢，干嘛呢？这叫杀我！我的天哪！你不会以为你个三杠零杠三的能打得过个三杠零的吧，兄弟？我这属于全技能。很明显，这波吧，他就有点忍受不了了，你知道吗？他忍不住了。下路已经送开花了，我们得赶紧啊，赶紧把上塔推了，推完赶紧去下路。升到十级刚刚好。我这 W 就下来，还能收俩兵，好闪现。哎，这波呀 ，W 差了0.1秒，哎呀，挺烦人呢。其实我早点闪现吧，我能走得掉，但是我没想闪，啊，只能说是我们小狼一波，小狼了一波。并且他的运气也比较的不错，正好我们的 W 技能差了0.几秒，他的 E 好了，就正正好好的 W 技能就差那么一点点。这把得这么出，牛头应该能等到我马上到。哎呦我的妈呀，来给我上来，没有技能了，先杀这拉克斯。哎呀我操，这个虚弱真是真恶心啊。这个虚弱是真恶心呐、啊！谁的虚弱呀？先给我杀拉克斯。没事，那鳄鱼没有伤害，把鳄鱼杀了，900块。亚索没死啊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不用在意啊。上路的小兵不用在意，去下路。还行啊，这亚索不像一个零杠几的呀。这就给我整个大影魔刀的吧。这边 AP 挺多的，
我直接搞个大影魔刀，可以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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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来来来来，跟我来，跟我来，跟我来！你咋那么牛呢？我就纳了个闷了，你跟我牛什么？你一个辅助，你跑过来连个人都没有，还从美甲切魂卷，这是个什么玩意儿？敢出美甲窃魂卷，去下路看看这小黄毛能不能杀。从下面追的吧，从下面追的，直接硬追就可以了。然后把下塔拔了，无敌了。我还要出一件这个装备，炼金朋克巨炼，打掉小龙，把那乌鸦先杀了，一会儿先小龙，来来来来，既来之则安。不行，还是得先打拉克斯。然后我们现在的装备，那乌鸦是打不动的呀。好，好二点，先杀拉克斯，拿过来 A 先吃，一定要再杀这乌鸦，知道吧？先把乌鸦杀了，好 A， 那跑不了呢。小龙，这回得小龙。他们打我，我们进场连大影魔刀都不用触发，因为根本打不动。拆个中路二塔吧，应该能拆。来来来来来，把二塔拆了，我这拆的很快的。峡谷先锋，这拉克斯这里边应该有眼儿，我估计。取经才是重中之重。对面应该会从这里来，在这等啊。我就把那边红打了吧，正好螳螂可以打个峡谷，我们把红打了。哎呦！我到了。给我逮到他！带俺问问土地老二。逮到啊！EAOW， 好兄弟。出个啥呢？九头吧，来个九头，对面没啥护甲，我看九头配个黑切，卸手咱就不要了。
我记得以前大影魔刀不是加吸血，怎么把那吸血给改没了呢？600点魔法护盾，干哈呢？黄毛的！干哈呢？哎，哎，我这大影魔刀给谁出的呀？拿下了。